老婆，该出发了。等一下，我在买东西呢。一会儿家里没人，选择快递到车吧。一上车就自动播放我最喜欢的歌给我，真贴心。你好，北京现代，给老陈打个电话。喂，老李。我发了位置给你，收到了吧？收到了，出发吧。好嘞，一会儿见。你好，北京现代，给你改个名字，叫小北。小北。好的。小北，小北，我要听交通新闻。观海路发生交通事故，目前严重堵车，请各位听众提前绕行。哇，能看清后面的情况，变道真方便。外面空气不太好啊。哎呦，这自行车怎么突然冲过来了？要是没有前方防撞辅助，就撞上了。老婆，吓到了吧？没事儿。哎呀，咱出门前忘关空调了。是吗？小北，小北。我来了。关掉家里的空调。喂，怎么了？亲爱的，我突然有点急事儿，能借用一下你的车吗？好，这就给你共享蓝牙钥匙。上高速了，打开 HDA 吧。好呀。啊，小北，小北，我困了。请注意行车安全，将给您放首欢快的音乐，并开启车内通风，为您提提神。老公，在服务区休息一下吧，顺便去趟卫生间。嗯，待会儿换你开吧，我有点困了。好。哇，吓我一跳，估计是找错车了。要走到车那儿得淋点雨了。老婆，你可别着凉了，我先去暖一下车。老公最贴心了。小北，小北，在呢。我要听我的歌单，下一首。哇，还知道自动减速，真是太方便了。也都到了。嗨，北京现代。